床上最喜欢的 dirty talk 五个词语。我在床上出口你。你出口啊，出口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是我们五十问后面的30问。对，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直进接入开始，主题啊。直接我们第一个问题。思凡和公主以后稳定下来，会考虑举行一个结婚仪式吗？你先说。这个肯定是有的，这是我想过，就是但是时间的话，肯定就是要看之后的发展怎么定嘛，是吧？我的话。因为毕竟是，就是我们俩现在就是双方父母也见了面，对，都知道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重担在我吧，好。我的话，其实我是特别渴望有一个婚礼的，你能不能懂我？知道。因为每次我参加别人的婚礼，我就会哭得特别惨。然后我朋友马上10月份也要结婚了，所以就还挺想的。放心吧，会有的。第二个问题，喜欢粉丝写你们的文吗？能接受的尺度是多大？其实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能接受的尺度不下限。我能接受的尺度也是越大越好。第三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们互相变成了对方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会不会对着自己 hard 起来？你先回答。我最想做的事情是，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他的话，我一定要用他的容颜来勾引，勾引谁？勾引啥？勾引你，因为你变成了我，如果我有一天变成我会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，好，可以。照顾得周周到到的。好，可以。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去美黑。可以，不好意好，思行行，好，可以啊。好，可第以。四个问题，KTV 宠粉后第一次做饭，各自心理活动和感受，做了几次？感觉身材越来越好，蜜桃越来越大了，真假？真的，做了可能早上晚上做了一次，早上做了一次吧，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。下一个，我的心理感受是，那我还你还有心理感受？感觉更厉害。好，可以啊，这力Round 不从心啊，每天说我 one，现在力不从心，但是刚刚什么开叫始那刚个时现什候，么叫现在力我不力从不从心？你确心，定吗？我确定啊。下一个问 KO，题，不要叫了。不知道谁天天哭啊？床上最喜欢的 dirty talk 五个词语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四川的五个词，五个词语。这个应该要我说吧？好，我看你喜欢什么。这可以说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会不会被封？不不会。会，你说，到时候会逼的，如果太那个了。第一个词语，爽吗？好。第二个词语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怎么说出口啊？你说呀，可以，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喜不喜欢？第四个，第四个，第四个什么？第四个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动作。对啊。什么动作？扇我，好，但是是轻轻的。好，第第五五，个也是一个动作，什么？掐我，但是也是轻轻的。好好，可下以。一个问题，我觉得，你觉得什么？还需要开发一些新项目。
跟双方父母出轨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否想过一旦出轨失败如何应对来自父母和家庭的压力？我要说我的吧，我的出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时机到了，就是能遇见一个稳定的人，然后我觉得自己的妈妈也能接受，因为我妈之前给我暗示过很多次，我觉得她应该是能接受，所以就趁着这次机会就给妈妈说。所以我也没有想过一旦失败我该怎么来自父母的家庭的压力，我只想过他的，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会很不接受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自己会努力让他们接受。我要说我的，嗯，我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可以不理解，但是如果你有家庭的支持的话，你会很有底气。嗯，所以我不想就是一辈子都把自己隐藏起来，这样我觉得很不快乐。第七个问题，对方不在身边时有没有过电话 play， 是视频还是语音？有过啊，当然有过，是网课，是视频是不是？没有视频，是语，是你给我。视频在北京那一次，好，有过。第八个问题，有没有计划跟点点去内蒙玩见他们？我们已经去了，才录这个的，我们去了。第九个问题，度的时候有录过视频吗？录过的话，后面一起看是有什么来着？嗯，录过。好，录过。好，说一起看的时候，他给我看，我是拒绝，因为我他很害羞，我不想看到。第十个问题，毕业以后的职业规划，如果未来双方的规划出现冲突，该如何解决？他是要去当模特，而我觉得我应该，嗯，做自媒体吧。其实我挺想开个小店什么的，我有一个规划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冲突的话，我觉得以大局为重吧，看各自的发展，然后决定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和好后对方做过什么事，那一瞬间让你觉得他是特别爱你？我的话就是你官宣。我的话是你那一次，那一次是我情绪特别不好的那一次，在家里发疯的那一次，你抱住我，真的就是感觉自己挺幸福的。啊，下一个问题，双方最吃醋的一次，你来说。我最吃醋的一次，你都不用说，我都猜到。哪一次？说。就是那个女生要我微信了。对啊。那你猜猜我呢？你说。KTV 时间。好。第十三个问题，除了对方之外，有没有过性幻想的对象？没有啊。要说实话。真的没有。要说实话。真的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也没有。什么叫那你也没有？你没有，我肯定就没有。因为你不跟我说实话。我真没有。第十四个问题，喜欢哪个国家的教育片，什么类型的，会边看边做吗？你喜欢哪个国家？美国暴力类型。会看边，有过。中国暴力没有过。什么时候有过？有过。看边那个没有。你忘了？真的没有。真有。你说有好，这有歧义。我觉得没有。第十五个问题，思凡，如果没有 KTV 朋友帮助，内心深处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放下面子去来找我？不会。好，第十六个问题，对方什么样的举动会让你产生？怎么直接就过了呢？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第十六个问题，对方什么样的举动会让你产生不安全感？我先说，就是有时候对我的一些反应视而不见。我是他有时候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凶我，我会很难受。还有要接上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会不找他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找过很多次你，就是我不想再找了，我觉得就是太难受了，不行。
对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一次的话，我是不会再找你。同样，第十七个问题，吵架的时候对方说的什么话最伤人？最好以后都不要说了。什么话？他说，我想一下。Round two。说实话，你说蛮多话都挺让我伤人的。你也是。K.O. 我们干脆打一下呗。你每次你都要这样说。好好好。好像你说话不伤人。我们就要一慢慢的改变吧，我觉得我俩。好，这个问题跳过。你回答了吗？就跳过。回答了，就是有很多。回答一个。比如说我。说我不 care 你，我是最难过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不 care 过你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不 care 过你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除了 bad car 还解锁过或即将解锁哪些场景？除了 bad car 好像没有解锁过其他场景。可能会解锁一个 what 地下停车场吧，蛮想尝试的。有问题吗？一会儿就走。好，可以啊。如果说实话，大家的问题，我看到后面越来越。下一个问题，别吃了。好。下一个问题。嗯。什么时候、什么状况下会选择不带雨伞？雨伞。在一起很久且。信任对方，且从心里信任他。我跟他同样的想法。事后擦拭、清理、收拾工作是谁在做？我。第二是会检查对方手机吗？会。每天都偷偷的两个人互看。对啊，每天两个偷偷趁对方睡着的时候。第二十二个问题，张宇杰在。当然不是不信任啊，只是我会看他有没有人找他。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我只会看有没有人找他。二十二，张宇杰在 Doing 中赵志豪提出任何姿势，你都会接受吗？有不能接受的吗？没有不能接受的。第二十三个问题，点点知道思凡有那么多绝招策，他的心里真实想法是什么？真的如他所说的毫不在意，还是有点担心？是谁毫不在意，谁担心？就是你知道我有那么多绝招策，你的心里想法是什么？真的有你说的那么毫不在意，还是有点担心？说实话，是真的不太在意，因为我相信他，也相信自己。你只要相信自己就够了。我相信你啊，我相信自己有什么用？因为你自己的魅力很大。但是我相信你很爱我。下一个问题，自己洗内裤还是会互相帮忙洗？我们都是一起洗，然后一起穿。第二十五问题，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会选择当初分开吗？你发话。不会。说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真心话。下一个问题，第一次护是什么时候？甚至没有护过。护这个过呀，护过啊。你两三秒钟也算护？我实在受不了了呀，我觉得很难受。那我觉得不算。我的内心什么感受？没什么太大的波澜。我内心是我觉得有一点抵触。第二十七个问题，最希望对方床上 cosplay 什么？翘臀小野猫那种屁股。不要想这样。好，就翘臀小野猫。我最喜欢 cosplay 一个蝙蝠侠。有头套吗？那个头套。不太行，重新买一个。第二十八个问题，玩游戏有什么辅助工具吗？太多了，那粉丝送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吧。但是没怎么用过。得一件件用吧，是的。第二十九个问题，会有信心对方是彼此余生的唯一吗？特别有信心。你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畅想一下到了三十岁或四十岁时和对方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到时候我们肯定就是天天拌嘴。对，而且，但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挺幸福的，说实话，只要我们生活稳定一点，
就是看之后的发展吧，我觉得。嗯，我觉得如果生活中不拌嘴的话，特别没有意思。对，还是要有一点调料。要是有一天你如果真的不凶我了，我觉得还有点不习惯。对啊，这样会显得突然很感觉很生疏很陌生。对吗？那快去煮饭啊。知道啦。拜拜拜。我们下期见。对，下期就不是50问了，我们50问已经完结。大家拜拜。拜拜，我要去做饭了。好，停车场还有啊，拜拜大家。